配合下个星期六的第十七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的登基大典，民众有机会透过观看这场隆重仪式，见证到武装部队各个司令、王公将官和进士陈列的皇室器具。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官方脸书今天贴文介绍这些珍贵的器具，包括宝剑、御用匕首与马来长剑，这三种马来传统武器是皇家仪仗队的一部分，其他的包括黄罗伞和皇室毛杆。这些御用器具自国家独立以来代代传承至今。陛下在今年1月31号宣誓出任第十七任元首，下个星期四开始将举行一系列的登基大典系列活动，包括在国家清真寺举行诵经祷告。而7月20号当天，除了电视台直播，民众也可以在全国222个地点通过大荧幕收看这场盛事。